夏天咁熱，真係唔想出街啊！好想日日攤喺度，全日開住冷氣，慢慢煲劇。哇，咁樣真係嘥錢又嘥電，少數怕長計喎、啊！今次等我醒你幾個小貼士，可以慳電之餘仲慳到錢，每日慳一度電 ，easy job 啦！點樣先至可以慳到一度電啊？一度電又即係點計咧？慳電之前最緊要咧就係先了解自己嘅用電量，只要留意翻電器嘅消耗功率同埋使用時間。